现在我们先讲修定。即使浅浅开悟了，大彻大悟了的人，学问怎么好，智慧怎么高，乃至有神通俱备，能不能得定？这个是问题，这个是个大话头，是在一禅的。换句话说，针对禅宗所讲的念下顿悟，一下就开悟了，还要修持不要修持，能不能得定？这个修定的功夫，就是大学家所讲的，知足了后能定，定了后能静，静了那后能安，安了后能虑，虑了后能得。这个定静的功夫，在教理上同事实上，我们需要认识两个项目。那现代化讲，一个修定的八个障碍，修定八个障碍。这边没有人，配上的不会上啊。修定八个障碍，忧喜苦乐，寻思，寻，下面一个寡妇，觉，就思就是观，寻思。初喜如喜，初如喜，初喜中如喜，为什么不能得定？譬如我们想静坐啊，坐在这里，为什么不能真达到那个很好最高的境界？那个境，当然睡觉不是静，睡觉是生活一个动态之一，不算静。真达到了定静的境界，不是睡觉，可是也不像现在这样乱七八糟在思想，那个就是定。不能达到有心理障碍，我们一边譬如还有事，心中有事，不是在烦恼东想西想，不是坏事就是喜好事，心理的现状归纳起来，不是忧就是喜啊。譬如说，哎呀，我在现在下静呀，不晓得静不静得下来，这个心理状态就是忧啊。好像不错，这下有点甜头了，那好，已经在哪里乱了，这是喜，心理状态。苦乐，这个腿子受不了痛苦，那好像哪里气脉就通了，享受苦乐的状态，忧喜苦乐。苦乐一半生理的，身体的，一半是心理的，忧喜是完全心理状况。寻思觉观，古代翻成汉代以后翻译觉观两个字，唐代翻译寻思，心理的状态，感觉，这个思想能够自觉的。我们这个思想就在自己脑子里头、心理上专门找一个东西，
自己也不晓得搅些什么啊，都在思想不能够停留。观还有个心理状态，等待。其实有时候你们下了课站在门外，是不是愣在那里，人家过来同学问你干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是你真的没有，可是你愣住了，那个心理状态是死，直观。这个包括形式两个字啊，是整个的身心两方面偏重于心理精神方面的，所以障碍我们不能得病。嘿，最后两个严重了，这个鼻子还要出气，还要呼，还要吸，不能得病。那换句话说，真得病，鼻子呼吸停止了，几乎是停止了。所以不出息，不入息，不行不食，不忧不喜，不苦不乐，这八个障碍拿掉，才能定的一个状态。这是一。第二，我们打坐坐起来一定碰上的，我们这位杭州来的这位汪曼之大佬啊，他87岁，他一辈子做功夫，但先生跟我就提到这个事，拔处，拔处啊，接触的处，啊，嗯，动，养。称重冷暖啊，色滑，这还是简单的规律。我们这个打坐初步锁定，不管你盘腿也好，不盘的，真的进入那个镇定的状态里头去了，那你的身体身心一定起变化，起变化。这个变化在佛学名字叫八处，处。这个字就是交互地球的意思。那么在你们都在佛学院的笔念出来的啊，舍身相累处，这个处跟受两个相对，处受是什么东西？拿现在的话就是交感，这个电视的插头一样插对了或者插不对了，插不对了电线要爆出来，你也受伤；插对了就通电了，都是触的现象。触是接触，触电这个触。所以你真的对了，正说就对了以后，你普通还做不到哎，你多做一下动作，哈，他来了。所以这个你们武侠小说上写的也是走火入魔了，反正的啊，这个动啊，静坐坐得好的时候，有时候分好多种，内部身体呢坐在这里动，哪里动，气动了，不过气动了也要放清楚哦。我们在台湾现在这位同学已经是当教授了，当年也是打气坐在一起，那个时候我们人没有现在这样多了，那个地方小。